正好，兰姐，晚上我也有些话想对你说。喂，霍院长。你快来江南酒店吧，庄文成已经成为了大股东，马上就要竞选执行董事了。什么？我先想办法拖住投票选举，你快点啊。啊，好的。出什么事了，兰姐？庄文成动手了，咱们马上去酒店阻止他。要不要跟夫人说一声？他已经把我拉黑了。可你又是擅自行动，夫人知道会怪罪你的。庄文成私下买了这么多精华股份，其他股东为了保住位置，肯定会力挺他的。所以现在温岚应该很危险，我们走快点。你好，请问霍院长在吗？不好意思，霍院长和几位领导今天都没来上班。谢谢，走。中山酒店，又想来捣乱，自己慢慢找去。以上是我对京华三年来的未来规划，谢谢大家耐心的聆听。今天呢，是我们选举执行董事的这样一个会议，本次会议将以不记名的投票方式。等一下，各位董事好，关于投票选举庄文成成为执行董事一事之前，我有一些资料想给大家看。庄文成，庄柔到底是你什么人？你当初是如何背着我妈出轨的？在座的各位叔叔们，都是跟我妈妈一起白手起家，兢兢业业才创立了现在的京华。我想请问各位，像庄文成这样一个德行有愧的人，如何可以成为京华的掌权人呢？先生，没有预约是不能进的。石柱，居然敢骗我！这就是我的亲女儿啊！她是多么不希望我来掌握京华呀！庄柔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不假，但是她是我和前妻所生。诸位可能不知道，在和文清结婚之前，我有过一个不幸的婚姻。我和前妻许淑荣生下了女儿庄柔。文清死后啊，我因为心怀愧疚，就和前妻啊复了婚。出轨一事纯属子虚乌有吧。证据都在这里，你还狡辩。作为股东，我提议解除蓝博士在京华内的所有职务。文兰因为婚姻破裂，致使慕斯和京华的生意暂停合作。在董事选举之前，先举手表决吧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同意。庄文成，你这是操控选票。哼，我不同意。你怎么来了？吴总，今天是我们董事的会议，你虽然是投资方，就这么推门进来不太合适了，所以是不是？如果我说不呢？你就这么进来，名不正言不顺吗？那请问庄总，作为你们的股东，难道没有投票权吗？股东？什么股东啊？我们老板刚刚收购了不少京华的股份，以股东身份参加有问题吗？收购股份的事不只是你会做，只有超过3%股份的人才有资格投票选举呀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好超过3%。刚才的会开到哪儿了？刚刚要开除蓝姐。比票多少？正好4-4。那现在5-4，我反对开除温岚。慕白，如果你站在我这一方，我可以立即代表京华和你签署协议。我们慕斯集团看中的只有蓝博士，没有蓝博士，你们京华能给我什么？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对啊，但是现在我在追求他，所以以后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弄他。好，庄文成，
那我想再问你几个问题。一，为什么在我失忆期间骗我签遗产转让书？二，为什么利用我和慕白结婚四处招摇撞骗？三，为什么让庄柔去实验室里偷资料？你这么害怕我研究成功，到底想隐瞒什么？我妈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？你说的这些事儿我都不知道吗？各位，今天这个局面关系到金华的未来。温清临死之前告诉我，让我小心庄文成，不仅不能开除温岚，还要彻查温清的死因。所以大家真的要让这样一个人掌管金华的未来吗？温岚，都是你逼我。小心。慕白，慕白，你醒了，你没事吧？保护蓝博士计划第38条，在有机会的时候，一定要创造各种机会博取同情。感觉怎么样？好疼，天在转，地也在转，这辈子好像就这样。哎，你磕的不是这儿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儿也疼。对对对。哦，这也疼。疼啊，吃一口就好了。怎么，一直看着我，是不是被我帅到了？谢谢你，虽然你每次的及时赶到都给我添了很多麻烦，但是今天谢谢你。哦，谢谢我，就只用一个橘子，未免太敷衍了。当然不是啦，我愿意用高于你2倍购买价格的资金买回你手中的精华股份，这个诚意够吗？你觉得我帮你，只是为了一场生意吗？我答应和慕斯集团合作。我需要的不是这个。那你要什么？我想你给我一个重新追求你的机会。我是认真的，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。我们老板，电话，滚！